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为大家做的行车试驾啊，这台车是我的代步车，就是全新小改款2017年式的 DS-DS5， 它并不是西创，因为车头没有西创的 logo， 之前还有。那目前我们知道2017年式的 DS5 目前还没有引进到台湾，未来引进到台湾之后的售价我们目前也还不清楚，只能以原本的售价。 DS5 之前在台湾贩售有 1.6T 汽油引擎和 2.0 的柴油引擎，一个是 169.8 万，一个是 189.8 万，两者相差了20万，外观上大致上相同，主要差在就是引擎动力。那我们今天为大家做的新车试驾是2017年式的 DS5 柴油引擎。如果你拿2016年之前小改款的 DS5 来比较，最明显的差异就是水箱护罩以及上方的厂徽不一样了。现在在水箱护罩上方是一个 S 的名牌，代表它是独立的 DS 品牌，没有原本的雪铁龙的厂徽了。然后包含水箱护罩，它是用镜面烤漆的，提升了一点质感。 DS 的车头设计你看不到任何一个其他车厂品牌产品的影子，你看到它的镀铬饰条，首先在大灯上方一直延伸到 A 柱，这样的设计你在平常其他车型上看不到了。第二个部分就是水箱护罩周围的镀铬材质非常的粗壮。头灯的配置只有一个规格 LED 的日行灯，包含了三颗 LED 的小灯，但是远近光灯是 HID。 然后在下方西字造型的部分上缘是阵列式的LED 方向灯，下方雾灯也是 LED 的，所以整个车头看去它全部是 LED。 另外还配置了 AFS 主动转向头灯，甚至在下方的雾灯，当你今天转动方向盘的时候，它也具备了辅助照明。接着在车色的部分，第一个轮胎的配置 235-45R18 前后都是一样，内建的是四轮碟刹。我们从车顶的上方开始一一为大家介绍。第一个，因为它有几乎类似全景天窗的一个设定，所以白色的车身配上了黑色的车顶，很多人会做这样的烤漆搭配。刚刚我们强调从头灯延伸到 A 柱的这个很粗的镀铬饰条，然后旁边有一个三角窗，让你的驾驶视野会更好。在后视镜上除了整合 LED 的方向灯之外，其实另外消费者可以选配车侧的盲点系统，这个盲点系统是要做选配的。车门的感应钥匙是四个门，而且门把上有一点铜色的烤漆加上镀铬的材质。另外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它车侧的腰线，你可以看到它车头车侧有非常多不规则的线条，包含了 B 柱有非常粗的镜面烤漆，以及在车门下方的浪板有一个非常粗壮的镀铬饰条。整个全景天窗一直延伸到后方，后尾门也是整个是玻璃的设定，然后在尾门上方有一个尾翼内建的第三刹车灯，这一个的造型设计非常的特别，而且我觉得非常的好看。车尾的设计非常的圆润，两侧的灯具，第一个灯壳的造型也有一些不规则的形状，包含这边还有一些凹陷的一个设计。整个尾灯几乎达到全 LED， 只有部分的灯泡是传统灯泡。另外在保杆的下缘排气管附近的造型，虽然它是左右双出了排气管，可是其实它有一个是好看的。然后这台车另外还搭配了倒车的 CCD。 我们接下来介绍它的动力规格。打开引擎盖，当然有油压顶杆，两侧都有，也有隔热棉。这具引擎是排气量 2.0 升的 EHDI 柴油引擎，搭配的变速箱是六速的手自排变速箱，它的排气量是 1997cc， 最大马力180匹，其实它还有比较低阶的版本，也是 2.0 柴油，在3750转会产生，扭力的表现 40.78 公斤米，2000转会产生。传动方式是前置引擎前轮驱动，悬吊系统前麦花臣后半拖曳臂，油箱容量50公升。在油耗表现的部分，平均油耗1公升可以跑 22.22 公里，能源效率可以达到一级。但是我实际行驶了大概800公里之后的心得是，可能是因为引擎还太新了，目前我的平均油耗加满油可以行驶的里程大概是在800到850，
平均油耗大概维持在1公升跑16公里左右。我相信这具引擎等到过了磨合期之后，油耗表现会稍微好一点。DS5 的尾箱开启呢，你刚开始可能会找不到，其实它是在牌照这边，这边有个电磁阀的开启，并没有电动尾门。打开行李箱之后，第一个容积465公升，在60分力椅背没有倾倒的情况下，可以达到465公升的容积，整个行李箱的平整性表现非常好。但是它为了要达到465公升的容积数，所以地板和门槛的落差很大，而且门槛上还有一些金属的饰板。如果今天你拿的行李是很容易刮花这个饰板的，你要小心一点。然后在行李箱底板的下方有非常厚的隔音棉，隔音棉的下方内建的并不是备胎，它取代的是打气机和补胎剂。接着我们来介绍它的后座，首先发泡棉的设定和前座一模一样，大腿的支撑还差了一点，大概有80分，但是背部还有两侧整个发泡棉的硬度表现啊，背部的支撑还不错，可是真的稍微偏硬的，而且中间这位乘坐者他的坐垫是比较突出的，比较高一点的，所以你坐在中间整个坐姿会稍微高了一点。地板几乎有一点点啊，几乎全国领，然后在上方有左右后方电动窗的开关，中间还有一个12伏的电源供应，它后方有冷气出风口，冷气出风口可以独立的调整风向，而且可以单独的关闭。后方有2组儿童安全座椅的固定扣，而且它的安全配备很足啊，所以包含了车侧气垫也有。所有车内的灯具全部都是 LED 的，然后中间还有一个扶手，扶手打开有2个杯架，然后还有很便利的后方通道。最后一个就是它的空间表现啊，膝部空间一个拳头有3个指头，头部空间大概只剩下2-3个指头了，可是因为它有后方也有一个天窗，虽然这三个天窗都没办法开启，但是都有电动遮阳帘。我们来介绍 DS5 的内装。首先，在被动安全6G系统、主动安全全息系统，这个当然都是标准配备。其实，保家在进口任何车型，它的安全配备都不会被拔除。国外有什么，台湾就有什么。那当然还有高科技的主动安全，另外还包含了在方向盘旁边有一排按键，第一个停车雷达的开关，第二个巡迹系统的开关，第三个、第四个比较特别，第三个是大灯远近光自动调节的开关。如果你晚上行驶开着大灯，然后把它拨到远光灯，它会自动去切换远近光，让你不会去影响对向或是跟在车辆前方驾驶者的视线。不过我开了大概1个月哦，这一套系统啊非常的灵敏，所以你如果是在市区或高速公路行驶，基本上它一辈子也不会切换到远光灯，除非你今天半夜去扫墓、去山走山路，才有可能让它开启远光灯。我这1个月来大概只开过1次而已，通常它都是维持在近光灯。另外旁边还有一个车道偏移系统，这个系统也很特别，其实这也是法国人的浪漫之一啊。我问了原厂，他是这样讲：我们一般的车道偏移系统，它有几个方式，第一个抖方向盘，第二个发出声响，第三个甚至有维持系统会帮你维持到原来的车道，会稍微帮你辅助方向盘。但是它的车道维持系统，它的警示在哪里？你知道吗？在你的臀部，驾驶者臀部。如果今天你是偏右边车道，它是右边的臀部会抖。偏左边车道，左边椅垫的臀部那个地方会抖，所以它是椅垫在抖，告诉你是右边还是左边。啊，接着我们发动引擎，它有引擎启动钮，包含了4个门的感应钥匙。但是在引擎启动的左下角这边有一个钥匙的插槽。如果你未来交车有2把钥匙，有一把是备用的，或者是你给女朋友，或者是你把它放在家里没有用。我是建议你偶尔还是要把它插回去配对，因为当他发现这把钥匙很久没有使用的话，没有配对的话，有可能会发生无法启动引擎的状况。在整个 T 字造型，你可以看到，因为它是用精品的方式在销售这款车，所以全部都是软质的塑胶，搭配了白色的车缝线以及皮革的造型。引擎启动钮上方有一个时钟，在中间多了一个资讯幕，这个在之前是没有的。这个资讯幕第一个内建的英法的卫星导航，第二个多了倒车 CCD， 非常好用的倒车 CCD， 第三个它可以跟2大系统做镜像的配对，
所以很多人会说英法卫星导航是悲剧，但是没有关系，因为可以跟手机做连接，所以不管你是用 Android 系统或是用苹果的系统，都可以用它内建的卫星导航，在这边透过镜像输出。在萤幕左边的旋钮主要是控制音响，但是它有一个功能还蛮特别的，因为它是自发光仪表，加上又有抬头显示器，加上前方又有一个萤幕，所以有时候会太亮，没有关系。在旁边这边有一个黑白一个圆形的这个符号啊，这个按钮按下去之后呢，它会启动夜间模式，中控台的萤幕会灭掉，然后仪表板会变得非常的简易，让你在开车可以更专心。然后下方有一排按钮啊，有一个另外一个重点呢、就是它有停车熄火的功能，但是没有快捷按键。我相信很多人在夏天的时候上车第一件事就把停车熄火的开关把它关掉，但是这台车关掉很麻烦，它要进去驾驶画面里面，然后还要进去 Option 里面，然后再去把它关闭，而且每一次都要这样，它没有办法永久关闭或是永久开启。第二个部分就是导航，它是英法的卫星导航。第三个多媒体电话配对，然后上网功能，它有上网功能。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设定，你如果跟电话配对之后，可以在设定这边做选项。那这套系统包含了英法卫星导航以及倒车 CCD， 这套系统是要选配的。然后下方空调系统是双区的恒温空调，变速箱搭配的目前其实 PSA 全车系搭配都是这具变速箱，就是六速的手自排变速箱，有雪地和运动化模式。雪地模式就让你二档起步，运动化模式的话可以让你在行车过程中稍微降一个档，提供更好的扭力。另外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它的后方有一个小小的置物空间啊，这个可以放钥匙。如果是油电车型的话，其实它是一个可以做油电车型切换的一个旋钮，旁边有两排的按键，后面有电子手刹车，这两排按键就是电动窗还有中控锁以及电动窗关闭的按钮，它并不是在传统的门把上，甚至包含后门也不是在传统的门把上，你要花点时间去适应。上方有三个天窗，三个独立开启的电动遮阳帘，你可以单独的开启和关闭，在上面也是有两排的按键啊，这看起来就是像飞机造型。其实 DS5 它就是让你开起来有那种驾驶舱战斗气息的感觉，但是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也不能讲很多余，就是觉得说你在操作上会觉得蛮有趣的。前面这三个按钮是抬头显示器高低关闭明亮的开关，后面三个按钮就是单独控制三个遮阳帘的开关，后方两侧还有一个小小的眼镜收纳盒。仪表板左右双圆式，右边有一个资讯幕，这个都是单色的，油电车型才是彩色的。它一样有分段里程、可行式里程，包含了瞬间油耗，然后前方有抬头显示器。方向盘的造型非真圆，而且它的口径非常的大，下面有一点点金属饰板的点缀。左边主要是控制定速和限速装置，右边就是控制音响的大小声，包含电台的选项。两张座椅都有电动调整，驾驶座还多了一个手动腰靠。这两张座椅发泡棉偏硬，加上它的悬吊处理也算是比较运动化，所以你乘坐起来会稍微有点弹跳，但是相对的在一般高速公路行驶的时候是非常过瘾的。它的大腿支撑90分，背部左右侧倾的包覆性表现也有90分。那因为我跟这台车相处了将近一个月，所以呢，我的试驾心得就不用坐在车内跟大家来分享。我认为 DS5 我们分几个关键，第一个在外形上，它有非常特异的外形，在马路上，摩托车骑士也好，一般的用路人也好，回头比例超高。第二个部分就是它的整个驾驶的视野呢，因为有非常粗壮的 A 柱，但是还好里面各有一个非常大面积的三角窗，所以驾驶视野的表现很好。第三个部分就是柴油的噪音，变速箱的搭配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柴油的噪音，当你今天发动的时候，起步的时候，你会明显的听到它一点噪音。不过时速过了20公里之后，你就完全感受不出来柴油的缺点，反而可以享受柴油的优点。那说到柴油的优点，很多人知道是扭力。那这具引擎因为它搭配的是180匹，所以马力的表现其实也还不错，但是你不要把它想象的太好。首先第一个180匹，在高速公路行驶的时候，尤其你在爬林口坡，一段爬坡你就很明显油门的踩踏，如果今天你是拨在一般
变速箱模式，并不是 S 档的时候，你要踩的稍微深一点，才可以达到90到110这个区域，它可以比较快一点扬起。在市区行驶的时候呢，你会不会觉得40公斤米的扭力，其实它并没有那么的让你觉得爆发力非常好，只能说它比一般的汽油引擎来说是好一点，但是并没有真正40公斤米的表现。不过因为它还是新车，所以它还没有经过譬如说2万3万之后达到青年期那种水准，也许在未来它的整个油门踩踏会让你觉得更轻松一点。再来一个就是方向盘的转向行驶以及刹车，为什么要讲刹车？它刹车还有一个特性，我当初签到这台车的时候，我以为它的定位跑掉了，我还跑到慈家，就是在民权东路的慈家找吴老板，请他帮我做一次定位。定位到很准的情况下，我发现还是有这个特性，所以我想应该它是 DS5 的特性。我不知道现在的 DS5 车主会不会跟我有一样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它方向盘的转向，我们一般在转动方向盘的时候，如果你要回到直线的时候，它不会有这么大的拉扯力道让你回到直线，变的是你还是需要靠一点点双手的辅助，但是 DS5 它有非常大的很明显的一个拉扯力道。第二个，当你今天在刹车的时候，你会觉得方向盘会有点向左偏，重踩刹车才会，轻踩是不会的。那这个部分呢，我还特别又回去定位一次，老板还特别强调你的像和尚头都没坏，你的定位是准的。如果还有这样的问题的话，有可能是轮胎，但是轮胎我也检查过，因为它搭配的是 PS3， 但是还是会有一点点轻微这样的问题。第三个就是方向盘辅助的力道稍微有点重手，你要花一点时间去适应。不过它的优势非常的明显，当你今天坐在车内的时候，你可以享受它的战斗气息，你可以享受它非常豪华的质感，你可以享受路人的目光，因为它的稀有度非常的高。以它的车价，很多人会说再贴一点钱可以买 520D 的，再贴一点钱可以买3系列，可以买 C-Class， 再少一点钱甚至可以买台 Mini。但是以 DS5 来说，我认为它的魅力是你要拥有过你才会了解的。当这台车我跟它相处了一个月之后，我现在最喜欢就是开着它出来代步，因为它给我的感受是在其他车型任何一个车款甚至单价很高的车款上所看不到的，但是 DS5 却可以满足我的好奇心，给我很多很不一样的驾驶乐趣。